不要拍，不要拍，我还没有化完妆。哎、欸，其实你知道你今天拍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这边有个 Kia 哦，真的假的？是 Kia 哦。难道是让我签新车了吗？亲爱的希珍，我们诚挚的想邀请你代表 Kia 台湾完成闯关任务，前往 BLACKPINK 的演唱会现场，与 BLACKPINK 一起同乐。祝你有个美好愉快的一天。哦，是 BLACKPINK 哎、欸，耶、yeah, ，好期待哦，可以见到 Lisa 了。等我化完妆就出发。是 Lisa， 因为我觉得 Lisa 长得很可爱，然后很有异国风情，很有型，然后她很会唱 rap， 又很会跳舞，这样的女生就是很有爆发力，然后很年轻又很有活力。Kia 在韩国的形象是很好的，然后在路上经常都可以看到 Kia 的车子，年轻人们都很喜欢选择 Kia， 因为它很有设计感。嘟嘟，因为他们的舞蹈很可爱。嘟嘟嘟嘟嘟。Stinger， 因为我是女生，所以我不希望车子会很大，这样会很不方便。希望车子可以轻便小巧一些。我喜欢有设计感的东西。Kia 的车子得过很多世界的国际大奖，我希望车子是那种简约又酷又型的感觉。像我现在坐这台 Stinger 就是非常帅的。挑战成功喽！现在我要去看演唱会了，拜拜。